你们又到什么样的？看到火山。火山，火山地狱。岩浆好像，很像岩浆这样子。哦，没关系。你们又去火，你们又进去火山地狱了。好，整个山都起火。整个山都起火。然后好像湖里面它那个不是，好像岩浆一样子滚着。嗯，红色的嘛。哎，对，红色的。嗯，你可以感受到里面的那个。空气跟那个感，那个现在觉得很冷，全身一直起鸡皮疙瘩。火山为什么会是冷的？知道火山不是应该会热吗？你问一下师父，为什么你在火山地狱里面你是冷的？我师父他想用扇子，就是贴着我后背，哦，让你不会那么热。对，哦，不然你会受不了。哦，好，那你请那个师父哈，帮你保护一下哈，做一个防护罩哈，不要受这个磁场干扰哈。啊，你看到什么再讲述出来。看到很多鬼差。鬼差。对。然后。啊，那我们请示一下哈，犯什么罪会来这个火山地狱？残杀众生，然后放火烧森林。哦，残杀众生，好。因为他放火烧森林，就会无形之间就会烧到很多里面的众生。我看那个鬼差现在拿一个尖尖的三角叉的东西，嗯，然后插着一个罪人，嗯，把他丢入那个。岩溶里面，岩溶那个熔炉里面嘛。对。嗯。好。然后你看到他，看得到他的变化吗？就融下去了。就很多人，你知道鬼差就一个接着一个丢下去。丢进去就看不到了，就整个在里面了。就沉下去了。哦。嗯。应该也听得到现场的那种。哎呀，我声很大，吸力声哈，然后在浮上都变白骨了，哦，浮上就变白骨了，对，所以肉体就没了，对，哦，嗯，然后旁边一个鬼差，嗯，就拿一个很大很大的扇子，嗯，在扇你，不是把那个丢到岩溶里面的人扇，然后他们又复活了，哦，对，对，对。这个真的就是真的是这样，又上去，就重复，又压着它，又上去，又重复，岩山上面，又再次的把它们丢下来，嗨，控制一下哈，那个不要动那么大，嗨，所以就一直重复嘛，对，没得休息，融完了没了，扇一扇回复原形，再继续再一次，一直重复，对，嗯。那这些人有的人是在生的时候跳楼自杀，跳楼自杀也会，对，也会到火山地狱来，对，哦，好，还有呢？除了现在离开哪里了？现在离开火山地狱了啊！那你现在看到一个山，然后整个地面都是类似剑的东西，啊，哦，好。那个地藏经里面都有写，哎，那一样很多罪人一样，嗯，被那山楂插着肚子，嗯，然后从后面插着，嗯，然后丢下来，嗯，哦，他是被鬼差插着，对，插着肚子，然后再把往剑山丢就对了，对，好，那他们是什么罪才会来这边？你问一下那个不孝父母，不孝父母，杀父杀母，啊哈，还有呢？嗯，然后残杀众生，嗯，一些动物灵之类的，所以几乎有残害动物的都会到这个刑罚来嘛？对，嗯。还有什么？现在到一个另外一个刑场。好，你看到什么？很多鬼差把罪人的舌头拉出来，
好，鞋子要脱掉哦，然后用刀子把它割断，拔舌地狱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都是《地藏经》里面写的啊。啊，你就是把他们舌头拉出来，然后割断。然后在人世间犯了妄语，乱讲话，然后让两个人吵架，嗯，产生争斗就对了，嗯，还有产生的两舌，两舌二口，就要到这种骂父母，嗯。那他们这个也是像你刚刚讲的，就是说一再重复嘛，割掉了，然后他们又恢复原形，然后再继续割嘛，就是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嘛。对。嗯。时间都很短。嗯。割掉哀嚎之后，然后又复活。嗯。然后舌头又重新恢复，然后又拉出来，再重新再割。嗯。我想问一下，他们有没有休息时间？没有。都没有休息时间，啊，没得休息，就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然后很多人，很多应该是地狱的罪人。嗯。然后哀嚎得很痛苦。嗯。然后跪在地上掩面。嗯。哭泣。嗯。这功禅师现在说话，嗯，在世不能不孝父母，嗯，还有呢，对父母要恭敬，嗯，要孝顺，嗯，不要妄语，嗯，不要两舌，嗯，不要情欲，嗯，不要狂语，嗯。嗯，不能骂出家人，不能骂出家人。嗯，不管看到出家人是真的是假的，心里都不能骂他们。哦，嗯。提翁禅师说，每个出家人都有可能是未来佛。哦，嗯。还有吗？提翁禅师现在用三指压着你的头，压着你的头，压着你的头，压着我的头，对，压我的头干嘛？他说叫你注，最近要注意你的肾脏。哦，谢谢师父。我要注意我的肾脏。对。哦。是结石的问题吗？不晓得，我现在看到你的肾脏是呈现很黑的。嗯。那请示师傅，我要怎么注意？就好像师傅就从葫芦里面一直倒东西到你的身上。嗯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嗯。